我是蕾蕾，我是蕾妈，我们今天要拍的是家乐福好坏二选一，加油！那我们游戏开始 ，Go！ 剪刀石头布，你先选这个，好，我可以补秒，三。二一，啊！积木，积木橡皮擦，哇，好酷哦！啾啾，哎，好玩哎！对啊，啊，我的，看看这个可不可以用上去？好，试试看。可以，他可以拿这个积木用，哎，很酷，超酷的。我选这个好了。完蛋，不知道。三、二、一，啊！一只，哇！这个是布的彩绘笔，来，我们来画画看。这里有准备一块布，YouTube， 画蕾蕾先。那左边、右边，这边，不妙的感觉，鞋子吗？这个是洞洞鞋造型的笔筒，它这个有，看一下介绍，这个可以插笔，然后也可以放笔，然后可以提着，插花，好好玩哦，还可以插在这里，造型蛮炫的，放在那里。放这里。这个你敢带去学校吗？不敢。在家里是可以啦，只是不适合长期。太奇葩了，把它当成真正的笔筒用。我觉得它太奇葩了。对。沙雕人。好难选哦。这个好了。不知道。三、二、一。耶、yeah, ！终于赢了，天竺鼠车车，好可爱！天竺鼠车车的笔，哦，颜色很漂亮哎，你看荧光的，超好看。我们来画画看，哎，很好看哎，颜色，哦，而且这个很好画哎，我来试看看这个。这个颜色也蛮少见的，好看好看，赞！这一组好，好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，好，那我这一个，好了，好像你耶，三、二、一，空的，耶、yeah! ！我赢了，你就是这个，来，给你玩。大人版的乐佩，婴儿版的乐佩，好漂亮哦！它做的精细耶，好美哦，好看好看。我也很漂亮啊。再说，不想讲。嘿，这个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！ Yeah! 这个。目前我输了，我已经稳赢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全部都有樱
花在上面，哎，它质感很好哎。对啊，等腰的，然后直角的，哦，然后还有菱角器有尺，嗯，整套的这种量测量工具都有了，超赞的。对啊，而且拿这个到学校，心情变很好，数学可以进步了。好了好了，开玩笑。来，来来，这个。你现在随便学就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耶！猫咪，超大只的，小只的猫咪，还是可以玩的。哇，超巨大的，捏捏啦！你看，你看，比例，哇，差那么多！对对对对，你刚才尾巴还可以这样子哎，来玩玩看好不好玩？哎，触感很好哎，你看，呜，你看，好好玩哦！我是河图猫，生气喽！做这件事好尾巴，好可爱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嗯，好好玩。我被压扁啦！好，下一局。好难了，这个。你先打开。没有。推着那个推车，然后他还翘二郎腿。